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关于手机和相机到底谁更强、谁更实用的问题啊，网络上已经争论了很多遍了。应该说，手机和相机在摄影领域是各有优劣的，而且之间的鸿沟呢还是比较大的。不过，随着这几年手机影像的发展呢，似乎这道鸿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当小米12S Ultra 这台手机的问世，宣告手机影像开始大规模进入一英寸的大底时代，更大的 CMOS 尺寸带来了更好的画质和更前的景深。似乎手机和相机之间的距离又被拉近了一步，不过没想到小米还并不满足于此。小米 12S Ultra 概念机的发布算是彻底引爆了整个互联网，据说每台耗费30万打造，可以外接徕卡镜头，全国限量只有10台。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讲它了，讲一讲我自制的这台小米 12S Ultra 概念机。先来说一说改装思路啊。首先，这毕竟是一台手机，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保持手机的外观，不做大量的修改，满足日常的使用。我们都知道小米 12S Ultra 的概念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 CMOS 是在镜头模组中间的，我本来呢也想把这个主摄挪到中间，这个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嘛。不过后来呢发现好像没这么简单，一来呢这样需要摄像头的延长排线啊，需要进行定制，而且呢整个摄像头模组中间是超广角镜头，要么把一英寸的 CMOS 叠加在超广角镜头的上方，那这样厚度就增加了，或者挪动超广角的位置啊，那这样呢又同样需要定制排线啊，工作量大大增加。所以最后呢我决定先用最简单的办法保持手机最简洁的状态，直接把 CMOS 前面的镜头模组拆掉就行了。拆掉镜头以后呢就可以安装外置镜头了。当然这里也需要有几个注意的点，首先呢就是法兰距要短一点。其实我们发现官方的概念机虽然可以安装徕卡镜头，但是弊端也非常明显。徕卡镜头的法兰距呢是 28.8 毫米，这就意味着镜头要离 CMOS 28.8 毫米才能成像，所以它必然会有一个转接环，一方面呢安装卡口，另一方面呢增加镜头的距离，这样就导致镜头显得很长。而我呢更希望整个镜头能够更紧凑一点。第二呢就是像场的覆盖率要高一点，虽然这个一英寸的 CMOS 对手机来说已经很大了，但这仅仅是对手机来说，现在绝大部分的微单镜头都是覆盖半画幅或者全画幅的，所以镜头的像场对一英寸来说是浪费很多的，而且会有裁切系数。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一英寸的 CMOS 跟全画幅的裁切系数大概是 2.7， 就是说一个35毫米的全幅镜头装上以后呢就变成了95毫米左右的中长焦，实用性是有所下降的。所以我计划改装呢还是用 C 口的工业镜头，这个是我之前改造 iPhone 的时候用的那个工业镜头，35毫米 f2， 非常小巧，分辨率还非常高。我呢又去查了一下它的参数，发现它竟然正好是一个覆盖一英寸像场的镜头，看来这次又可以派上用场了啊。那最后呢最好还要兼顾一下扩展性，当然大家知道我肯定是不满足于只装这一个镜头的，所以我还是会让它扩展，可以安装索尼一口的全幅镜头，虽然像场有损失，不过虚化效果也应该会不错。那有了思路以后呢我就开始了 3D 设计啊，最终的形态大概是这样子的。日常使用呢是这么一个形态啊， C 口镜头呢装在这里，如果想要更多扩展的时候呢就可以把索尼一卡口的扩展键单独装上去，就有了这么一个专业形态，怎么样，是不是还挺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着手改装了。这里呢我还是想对各位屏幕前的小伙伴提醒一句啊，拆机一时爽，维修火葬场，请大家理性模仿。小米 12S Ultra 的拆解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打开后盖，简单拧几个螺丝，然后就取下了无线充电模块，然后继续拆掉几根通信线，就能把整个主板取下来了，继续拆掉三根排线，这样摄像头模组就取下来了。接下来呢就是拆掉主摄，不过这次啊，为了安全起见，我最后还是找了我在华强北的专业大神帮我操刀，毕竟呢只有这么一台手机，万一手一抖就得不偿失了，专业的事儿啊，咱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有了大神的加持，果然干什么都是快准狠。这样呢，一块去掉镜片的一英寸大底的 CMOS 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这块作为小米和索尼共同研发的一英寸的 CMOS， 从外观上果然不同凡响。我这里有一块以前 iPhone 12 Pro Max 拆下来的主摄的 CMOS， 我们看一下对比啊，这尺寸大了不只是一点点。没想到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呢，手机的影像硬件发展的可以这么快。拆掉镜头以后呢，我就把 CMOS 模块重新固定了回去，这样看上去是不是已经有点概念机的味道了？当然这么大的 CMOS 落在外面肯定免不了是会进灰的，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为此呢，我专门为这个 CMOS 定制了专用的 UV 保护玻璃，为了不减弱画质啊，这里 UV 用的是透光率 99% 的光学玻璃，在对 CMOS 进行清洁以后呢，
就把 UV 玻璃覆盖在表面，这样就能得到全面的保护。拆机部分呢，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制作外面的固定件了。正好 CNC 金属件也已经制作完成了，那我们就把它装起来。为了进一步降低厚度呢，我决定不装官方的这个背盖了，可以缩减将近2毫米的高度，取而代之呢是用我们做的手机壳。在这个颜色上我也纠结了很久，不知道是用黑色还是绿色啊，棕色或者是白色啊，不过最后呢我选择了都做。结合金属件上这醒目的一英寸标记，科技感立马就来了。在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策划以后，请让我向你们介绍由影像极客出品的小米 12S Ultra 概念机极米。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你可以安装这颗 C 口的35毫米镜头，非常的小巧。不过这么看着呢也比较奇怪。突然想起来，我这个手机壳是带 MagSafe 磁环的呀，那就加上一个磁吸蓝牙手柄，非常完美，是不是有相机的那种手感了呢？当你需要获得更强景深效果的时候，就可以把 E 卡口的模组装上。但是装了微单镜头以后啊，体积就大了很多，再用这个磁吸手柄啊就不牢固了。为此呢，我也想了一个办法，我买了一个脚架环，握把的顶部再安装一个蓝牙快门，这样的一个蓝牙快门手柄就完成了。最终形态呢就是这样，用镜头作为支撑，整体的握持感就好了很多。如果不想手持的时候呢，还能装在脚架上进行拍摄，简直是一举两得呀。说了这么多啊，你们肯定好奇一英寸的 CMOS 加上这样一套设备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们先装上这个35毫米的一英寸的工业镜头试一下。从成像画质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能够完整的覆盖 IMX989 的 CMOS， 但是似乎这个画面并不像是35毫米的视野，更接近是40到50毫米焦段。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这款一英寸的 CMOS 实际的使用面积可能并没有达到一英寸。不过呢，这并不影响它仍然是现在为止手机上最大的一颗 CMOS， 而且从画质表现上也是非常完美的。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拆掉原生镜头以后，似乎并没有出现以前 iPhone 上那种非常明显的粉色边缘的晕影问题。这个呢也叫 color shading。根据翻阅资料啊，这个主要产生原因呢是光线在镜头中不同色彩折射率产生的，一般呢都会用算法来进行纠正。不过这个现象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应该说是非常轻微，以至于我可以轻易的在 PS 等后期软件内消除掉这个问题，让整个系统的可玩性呢大大提高了。在以前的争论中，大家一直觉得手机的优势是轻便计算摄影，但是虚化差，相机的优势呢是宽容度高，可更换镜头，虚化好。当经过这样一次改造以后呢，相当于打通了手机与相机之间镜头焦段和虚化的壁垒，让手机又多了很多实用的功能。比如外置镜头的虚化加上机内美颜相机的算法，就可以完全实现景深虚化的美颜照片和视频，大大提升了人像摄影的拍摄效果。而且这种虚化呢是纯物理的，更为自然，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物理外挂，提升你的直播画质，直接用手机上的直播软件拍摄，既保证了画质，还能实现相机般的景深效果。现在呢，该把这台自制的小米 12S Ultra 拿出去拍一拍了。大家在看完下面这个测试短片以后呢，欢迎在弹幕里面说说你的感受。Thank you.
好，看完测试样片大家感觉如何呢？是不是觉得有些画面不敢相信就是这台小小的手机拍出来的？其实这一路走来啊，我的感触还是挺多的，越来越感觉到手机影像专业化的浪潮正在慢慢袭来。不管是小米 12S Ultra 也好，还是 iPhone 14 Pro Max 也好，都在推进手机影像的道路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回头想想呢，这次改造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比如粉色晕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超广角会被遮挡住。不过最大的遗憾可能还是并没有实现把 CMOS 挪到中间的位置。不过大家不要失望啊，我还会不断的改进，研究新的方法，争取早日能够把它做到更完美的状态。也许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一种折腾，是一种无意义的改造，但是当小米官方发布了概念机的时候，我觉得再这么折腾的人好像也不止我一个。你看看人家官方都开始整活了是吧？所以呢，这方面小米真的是把为发烧而生这个 slogan 演绎到了极致，必须 respect 一下。好了，那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你还想看什么样的手机改造呢？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也欢迎大家一键三连，你的支持才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